OK， 好，那安排了这首呢，如果你是我的传说，送我们在场的朋友之后呢，我想着希望我们在场的朋友在今天晚上呢，随着我们这个语音节目之下呢，还有我们两位呢，大家很熟悉很喜欢的主持人，那为您这个主持节目。啊？什么什么什么前妻做你的老婆？啊？你叫我做你的老婆啊？啊，你单独的有啊你？哇，嘿，啊，补充一句什么？啊 ，Ken 豆，你跟我对跳哦，哦，我都不记得嘞。哇 ，Ken 豆的时候我很年轻，我很会跳，你跟我对跳，哇，这明明真的是哇，一级棒一级棒，哦，我这个人要，别拜了别拜了，行咯，后背刚刚过来骂人了。OK， 好嘞。第二首跟我们安排一首比较慢的歌曲，是我们在场的朋友送给大家一首呢比较经典一点一首的这个福建的老歌，那希望你们喜欢这首《胖的囡仔》，来自沈文成的歌曲，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啊！因为很多朋友对这首歌也不是很熟悉，不过呢，听久了之后你就知道啊，这首歌呢，可能有曾经听过，又可能忘记了，带给大家我本身蛮喜欢的一首《胖的囡仔》，送给我们在场的朋友。
比较早期的福建歌曲，来自沈文成的歌《胖给囡仔》送给大家。